我，乌雅叶子，原本是剧本设定好的女主，但是总有一个锄头挥得勤的死对头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抢走我的男主，让我沦为了万年女配。宿主大大，现在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如果还不能守住女主身份，你将彻底消失。最后一次机会，那消失的话我会去哪里啊？这个系统君无法回答哦，还是看一下你的最后一个剧本吧。乌雅叶子，本故事的女主，华奥集团总策划。罗锦盛，本故事的男主，华奥集团 CEO， 女主未婚夫。高继玲，本故事的女二号，华奥集团副总裁，女主闺蜜。好答应，怎么又是你？不会又要和我抢男主吧？现在剧本进展到哪一步了？现在主角即将步入婚礼。结婚？那我进去结完婚不就大结局了？就他了。哎，等等！叶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订婚现场。嗯？嫁给我。又是你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我要结婚。刚才你走得太急没听完，是你没撬走的男朋友和绿茶闺蜜要结婚。能重新开本吗？抱歉，系统出故障了，你自己先点火。喂喂，行，不就是手撕绿茶吗？这情节我熟。你们休想结婚。叶子，你要是哪里不舒服，要不要先去歇一歇？今天是我的大好日子，你不要捣乱。大好日子？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叶子，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胡说？你自己干了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许你伤害他。伤害？到底是你们伤害我，还是我伤害他？这一巴掌是我送你的新婚大礼。你疯了？哎呦，还有这一巴掌是对我错付的感情。沈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别闹了，咱们先走。你打了人就想走，你就想走？我没想走，新婚大礼我还没送。我演的还行吧？维修中，维修中。不理我，行，我接着你。放开我！住手！走。放开我！我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。跟我走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一会儿有他们好戏看。嗯。